你们在干嘛？泡汤。好玩吗？好玩。中文姐姐在这里耶！嗨！嗨！所以你们在观战喽？我有爱呀。还有告诉大家，现在只有13度而已，13度，真的很冷。13度。我们每次来玩水都一定会就会超级冷的天气。好啦，开始喽！你们这边会冒烟嘞！你要怎么水过来？剩你一个人在这，他们都去哪了？他们都去室内了，对不对？只剩下你一个还在外面泡汤啊？你不冷啊？好玩吗？嗯，今天出来一整天会不会很累？会，很好玩。嗯，所以你有汤可以泡就好了。我就只能到这里而已。那你要赶快再长高。我泡可以到这里。嗯。好啦，那今天已经一整天了，我们也差不多回去咯，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